杨秀慧光速脆了白鱼，被拖拉库念过，谁要来使用？昨天都是我们的新闻了，要死了！我那是后背那个做人啊，我是后背佫敢佫有人敢甲我录啦？去我这台拖拉库搞过，是甚物人要来使用我？我这个德哥，喂！有人记得无？你不是德哥啦，你是木拉鱼游戏哦。五十七岁的杨秀慧十五号晚间突然宣布和五十一岁白云在一起的，结果啊，才刚确诊阳性的隔天，他们合体开直播澄清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啊，好吧，看来是无缘见到，心情定北海岸了。我是魂断国境之男，我是处男啊，我是男呢，我处男，我就跟他讲，不要这么冲动，你冲动个屁啊！你这样哦，现在气氛会让人家意乱情迷的嘛。对了，要杀菌一下，好，喝两杯，阿朵出书啊。你看了他哭成这样，我对你负责啦，你不要哭啦。小声一点啦，小甜甜，我跟你讲，小甜甜先叫阿爸。你是干嘛？外头一夜情，连这个我都不给他机会，搞得好像我没有原则。没有错，我再怎么没有原则，也不可以让他越过了一步。一定是我表现不好。嗯，什么不好用？如果用过，今天态度绝对不是这样。我很累啊。哎呀，看起来好像很累。真的，怕大。用什么打我？不好说啦，相处不错，很舒服，一点都没有舒服。舒不舒服是犹如个人饮水，冷暖自知的。他是爸在后面入侵，没有错。他不同意了。什么不同意？他知道他会同意，我才怕。怎么了？阿爸不待见了。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，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啦。计较先生，计较朋友，慢个卡啦，我两个要切啊啦。一二三次切啊切啊，慢个公家。从今天你做你，我做我，互相无相干。我个人，甲大家会拍成好大。然后男朋友来给一平安分手的照片，做一个最后的澄清呢。你的命一定要跟白云这种烂货。